之才，实体的真才会可以把自己最会的部分把它给展现出来，就让我非常有信心，然后也很安心。我们的学员可以在公司以外的地方学不同的技术，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大家好，我是小可爱编，今天是联成电脑2023年中区政财会，那事不宜迟，我们来带大家看厂商和同学有什么样的心得吧。疫情有比较趋缓的，所以我们这次是采实体的真才会。我们这次有平面设计、城市设计、室内设计的厂商，总共来了我们7家的厂商呢，来做参与的部分。有一些同学可能对自己还是有一些些没有信心，可以把自己最会的部分把它给展现出来。技术上应该都学得不错，他们自己的活力跟速度其实每一个都有特点。刚好在疫情，然后接触了蛮多就是 IG 上面的短视频创作者，我也好想要变成一个可以做出这么漂亮的影片。当我看到联成在网络上有广告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来学看看好了。当初其实应该是在 FB 看到，那时候想要确认自己的学习方向，应该说是职业方向。我觉得联成老师都还蛮好的，教学都蛮认真的，非常愿意分享他所知道知识给我们。联成老师很亲切，帮我规划一切的课程，就让我非常有信心，然后也很安心。他大部分的问题可能就着重在你的作品以及你个人的独立创作的能力上面，可以再更精进，再更深入去做好室内设计的流程，其实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件事情。蛮感谢我的舅父老师跟安排课业的联成老师吧，因为他们帮我安排了很多的课程，让我可以去学习这些软体。面试的时候，或者是找相关工作的时候，我就可以跟面试官很有自信的说我会做这些技能。谢谢他们不尝试的分享知识给我们，督促我们的学习。很多建议啊，还有他在课堂做的所有的教学都是最棒。自己进来联成也已经有大概有16年的时间，那我在这边其实是学到了还蛮多的技术，让我现在自己可以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做创业。其实他们帮助我们的学员很多，包括一些安排课程啊，一些时间的调配。我们的学员可以在公司以外的地方学不同的技术，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希望这一次参与我们真才会的同学顺利成功就业，然后心想事成。那也希望来这边求才的厂商们可以找到属于你的人才。联成电脑让你价值连城，前途似锦梦想启程。